说实话，还有一个就是几个一个图腾。拿个板剪一个，那、这个地方这有吗？剪一下，剪一下。准备好了，他射了。射了，一直在射了。不剪一下吗？哎，你过去，你扔过去。在后面，在后面。不，都先看前面，没事。在后面，后面是几个的？一个有吗？啊，对，横着剪。剪这么多车子，知道你们？哎，高哥，站位。你拿一个卷尺来，拿一卷尺来。等一下啊，我给后挡拍一下给他看。对吧？这个。哦，知道，我给拍一下来，工作台面，哎。58。50，这还一个脱料呢，脱料还要长，还脱料更长，对，就这行。哦，师傅，关机吧，没事了，对吧？啊，关机，行了，我说一下，给他看一下就行了。接地没接呢？接地真的没接。等会儿，就给他接一下地，对吧？接地给他转一下。保存啊，你别忘了保存啊，不用自己干车。谁让你保存了？但要看呐。你的电动机台子你不给他看？对，电动机台子。哎，你就这样造的。你要给他看多少千瓦，对不对？还节能环保啊，对。哎，这刀哎，还有刀呢，刀片，对不对？刀片几个孔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。多少？六、七、八，八个孔，整条的，整条道，这么宽，我管子都宽的。80，八十二五的，对呀，82。八十二五的，总长一米啊，1545，哎，行了，这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就对了，还是的。后挡，这是后挡料，对。过两天吧，马上把牌子给钉。牌子他恐怕不要牌子，因为他出口他要牌子干嘛？没用。那我把牌子带走啊！不，这个牌子。